谢贤财产留给孙子，谢霆锋却直言我从小就帮你还债，你哪来的遗产？娱乐圈有很多父子明星，两父子都是演员，比如杜淳、杜建国，还有谢贤和谢霆锋。但是他一直都有一个遗憾，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，自己孙子跟着张柏芝。谢贤很喜欢孙子，所以他曾说过遗产都会留给孙子，对此谢霆锋就很不满了。谢贤只有一个儿子，就是谢霆锋，谢霆锋也一直很争气，颇有谢贤当年风范，而谢贤当然也喜欢这个儿子。谢霆锋跟张柏芝结婚生子，他也是喜闻乐见。后来他们离婚以后，张柏芝还会带着孩子来见爷爷，所以谢贤在节目上放话说以后遗产会留给两个孙子，还真是爷孙情深。但谢霆锋听到这种话就不是那么开心，因为他16岁就签约英皇帮谢贤还债，谢贤的确赚不少钱，但他也喜欢乱投资，所以也欠下不少债，是谢霆锋后来帮他还清。但大家也别看低谢贤，他几十年总有赚钱的时候，也攒下一点钱留给自己孙子。